伊能静的儿子哈利又出来男扮女装了，这次换成兔女郎的形象，看看他的正面照片有多么的辣眼睛吧。就在最近的这几天，20岁的新二代哈利分享了一张最新的照片，引发了许多网友的热议和吐槽。从他分享的照片中能看到了，正是他男扮女装以及扮成兔女郎的形象。他身穿一件粉色的抹胸短裙，搭配一双同款颜色的丝绒手套，并在头上戴着一副兔耳朵，还有在脖子上搭配了一个颈圈。从哈利的这张照片看过去，如果不知道是他本人，那么根本看不出是一个男的。毕竟在化妆的方面上，哈利打扮的确实像女的，那皮肤也算白皙紧致，以及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而且他的身材比例也确实比较纤细苗条，比不少的女性同胞们看上去还要苗条。只是他的这一次打扮，对于正常的网友们来说，都纷纷表示了欣赏不来，甚至还觉得非常辣眼睛。并且有的网友还评价到了，看来这孩子病得不轻啊，直接在留言区中吐槽了他。随后还有网友表示了，这个孩子确实可惜了，等等的热议。可见不少的网友们心中，他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位哈利在现实当中的多次男扮女装。然而在另一边的哈利，在面对诸多的吐槽和质疑，这一次的他竟选择了回应别人。他在自己动态的下面这样回应了大家，说到自己扮成那个样子并不是为了乐趣，而是要进行拍摄而已。这是哈利在网络上首次的回应别人质疑，回应了那些吐槽他的人。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哈利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网络上这么晒女装照了。毕竟关注他的人都了解，每隔一段时间后，哈利就会在网络上分享一次男扮女装的造型。从他分享的照片中也是能够让人看到了，他的每一次男扮女装都是浓妆艳抹的，而且穿扮性感开放。他在那样的打扮之下，就算是个真正的女生，也会让不少的网友看到后纷纷觉得太辣眼睛了。但面对网友的吐槽和质疑，哈利则是在网络上这样回应了那些网友们。他在动态中直接说到了，自己喜欢穿什么服装完全取决于当天的状态，并反驳了网友们的那些质疑。然后在私下生活中的哈利更是喜欢与一些小女生们在一起玩耍，或者与一些不良的社会青年混到一块去嗨玩。并且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前一段时间中回到国内现身机场时，那销魂的走路姿势更是让人吐槽不断的。记得在当时的他现身机场的时候，被一大帮的女性粉丝们纷纷上前围住了他，并一路拍摄着他。但在走路过程中的哈利却是一个销魂的姿态，跟那些放荡不羁的女性差不多，给到别人非常妖娆的感觉。可见这样的一位哈利，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个人的思想观念，在大多数人的看来确实属于比较另类。而且看到他的每一次男扮女装，更是让无数的网友们都纷纷表示了欣赏不来，因为实在是太辣眼睛了。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对于这样的一位哈利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Das war ein Befehl! Der Angriff, Stein, das war ein Befehl! Mein Führer, ich kann nicht zulassen, dass die Soldaten, die für Sie verbringen... Ich bin Feiglinge, Verräter, Versager! Sie ist ohne Ehre!